联控首发于今日头条声了。声了。3月8日下午5点52分。夏林勇真的生了，来自于冯绍峰的亲自认证，生病还是儿子，全国人民翘首以盼整整280天，终于松了一口气，恭喜赵丽颖，医院同胞祝贺你。话说回来，虽然赵丽颖产下一男婴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可直到现在，这位新晋妈妈到底是在哪里生的孩子，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其实早在冯绍峰官宣之前，凤凰网就爆出冯绍峰的父亲今早抵达了上海仁济医院，不过后来被网友直接打脸，这幅图中并不是冯的父母，而是之前谢娜产子时张杰父母赶往医院的图片。到了后面，生子地点之争越演越烈，一会儿爱奇艺娱乐独家求证就是上海仁济，一会儿新浪娱乐又探访得知是在北京协和，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各大媒体为了争个独家新闻也真是拼了，我们吃瓜群众看个乐呵就行。至于到底赵丽颖在哪里生的，大家最后总会知道，不急于这一时半会，而咱们现在可以做的，一方面是在这个双喜临门的大日子里继续将兴奋与激动的心情延续下去，一方面让我带着大家再转头捋捋这对国民夫妻从相知相恋再到结婚生子的那段曲曲折折反反复复的全过程。一、婚前2016年12月，电影《西游记之女儿国》开机，冯绍峰和赵丽颖同时进组，在拍摄过程中那种隐隐约约的暧昧感就已经像极了爱情。电影在2017年4月杀青，而在3个月后，两人第一次被拍到在外共进晚餐，观看穿着健美满码的 CP 感喷涌而出，而赵丽颖方回应这是在拍广告，没这事，却没有解释为啥冯绍峰会专程接人吃饭，然后再一块回酒店。2个月后，两个人又开始合作电视剧，知否知否仍是一肥红瘦，又是男女主角，又被拍到很多次，媒体探班拍到女方直接揽招男方，被发现后又娇羞的急忙缩回手，之后还被拍到赵丽颖到冯绍峰家过夜，后来默默开始纸包不住火了。2018年年初，西游记女儿国开始宣传，有记者问冯绍峰和赵丽颖的绯闻是不是真的，冯绍峰还想避嫌，结果郭天王居然先一步抢话回答当然是真的了。于是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给电影宣传制造话题度，两个人开始了商业互吹，或者其实就是互送秋波。而到了去年下半年，越来越多实实在在的猛料相继爆出，各种令人耳语也越来越多，赵丽颖停工怀孕传闻越演越烈。8月2日，广传赵丽颖停工怀孕3个月，冯绍峰陪伴左右，卓尔当时还发了朋友圈表示赵丽颖怀孕应该确有其事，随后马上又被否认，赵丽颖还当天在口劈了个叉，说啥就是3个字没这事。后来两个人又在全国各地被拍到在一起，北京、上海、香港，到了9月10日，两人被拍到一起吃饭，而照片中的赵丽颖小腹隆起，大家纷纷猜测应该是真怀孕了，女方工作室又回应了没这事，反反复复曲曲折折，终于到了去年的10月16日，两人直接来了一对王炸，这场全民猜猜猜的马拉松式游戏终于圆满落下了帷幕。二、婚后不仅是恋情婚姻搞得云山日照，生个孩子也弄得神神秘秘。2018年10月23日，一次赵丽颖怀孕的 B 超单在网上热传，上面赵丽怀孕了，赵丽颖本人回应了说吃瓜需谨慎，11月1日又被拍到了，这肚子看起来实在很难相信不是怀孕了。到了1月1日，终于创造了知否官宣体，这个故事只剩瓜熟蒂落了。3月8日，棋局终于在一片猜谜声中咕咕坠地。讲到这里，对于这对神仙眷侣，我相信还有事情是大家尚未了解的，冯绍峰那点恋情早就不新鲜了，
反倒是这么多年来，只见赵丽颖的夫人，而没有一次的实锤，不得不让一般的吃瓜群众带来好奇。其实，在赵丽颖身上，每个普通女生似乎都能找到共鸣。赵丽颖从前说，在感情中自己属于付出型的，甚至觉得身为女朋友就该负责洗衣做饭，不做就会不舒服，而只要自己付出了，就会想要对方的回报，但结果往往也不会如自己所愿，这时候就会陷入一种极大的矛盾感之中。普通女生一定有陷入过这样的情感困境，赵丽颖也不例外。她说自己是会为情所困的人，但很不喜欢为情所困的自己，所以宁愿为工作所困，事业心比恋爱心要更重。在正式开始恋爱之前，赵丽颖确实是个工作狂人，她一姗姗来了，直接把自己吃胖了六斤。她力争传奇时坠马腰受伤，古装训练需要直挺挺正的，落下了不少毛病。在感情上的付出可能不一定能看到回报，但在事业上的付出却能收获实打实的成绩。也正是因为如此，赵丽颖才能够屡屡收获各种最具人气最受欢迎的大奖，将可爱玲珑的外表与勤奋努力的灵魂做到了有机结合，成为了万千观众心中最美的女演员。不过既然你都这么美了，让我们大家提前知道一下喜讯会多长五斤肉呢？现在多少的明星偶像对于好事总是藏着掖着，被无数次实锤依然能咬紧牙关不放松，等到纸终于包不住火的时候，才又来搞一波光鲜，弄得大家都很尴尬。你说我们生气吧也不对，高兴吧，可其实咱们早就知道了，也没有了那么大的惊喜感。当然说与不说都是他们的权利，但是我相信大多数粉丝还是希望能够和偶像分享一些喜悦，而不是一些似是而非的烟雾弹，这样大家情感上都能够接受。你说对吧？想看高清不败电影，请点击影视大全播放器，大千世界觉得文章对你有帮助，就顺手点个关注吧。微信搜索 KILSHOWX 就可以加加书为好友了。